今天下午真去河边去了，今天下午真去树林去了。我有好久都没有出，我有好久都没有去那个小树林了。我有多久了？我都有一个多月了，好像。因为我后面那个大暑的时候，我都没有出去了，都是在这个屋里面。然后他能看见外面的街景。下午这边是西照阳光，他不行了，要用帘子。所以下午帘子一拉，你们都以为我是在外面，都以为我在外面，都以为我在屋里面，都这个样子。姚叔能不能贡献个灯牌？姚叔，你的奇迹灯牌灭了。姚叔，姚叔叔，那地有没有那种机器弄花生啊？感谢我姚叔，那机器有没有那种弄花生的？有没有？我们家很少种花生，懒庄稼，非诚勿扰。黑神勿扰这个号我知道，他每次来都送我最好看，这个号我知道。一般我直播间人不多，送东西的也不多，一般好笑都知道。你看这个六，这个六六哥哥他后来不理我了，六六哥哥后来都不理我了。主播哪里的？看，感谢我姚叔，你上来就问我哪里的。你老是问别人是哪里的，你问哪里的有什么用？你还不如联络联络别的感情呢，知道吗？你问我哪里，我回答你啊，哥哥，我是抖音上的，你是抖音上的游客，我是抖音上的主播，我们俩就此相认了呢。说哪里没有用，能理解吗？人气票，好啦好啦，谢谢谢谢谢谢，感谢卡萨米达。有的时候来了，你知道吧，那灯牌灭了，然后都不好意思说，有的人家不太想送，有那想送了，人家都那个了。一般其实你们谁来啊，人少我都能看得到，我都能看得到，但是我就是不喊，就是你们主动跟我说话我都跟你们说话，我都不再喊了。为啥呢？喊你们感觉跟那要让你们送东西一样。问你哪里的不是开场白呀？但是你有没有想，你那开场白不咋地呀、啊？你那开场白不咋地呀、啊？你问我哪里的干啥？我想跟你联络感情啊。流木时光，你搞我心态，我捉你，捉死你！又不是今天下午，咱俩小树林里。我爱而不得，你能理解吗？你这不是标准的对我是爱而不得呀？啊，蚊子咬的，蚊子咬的。我不吭声可以了吧？你可以说话，你别一会儿整个你是病你要上啊，一会儿你整个别的你要，那别人家直播好了你推给我嘛，你让我看一看，你推你又不求推，啊，你光跟我说那个人直播好，这个人直播好，那我不是不行，啊？我行，我给你要不来人气票，我行，我给你要不来飞机，要不来大炮。感谢李闯，你家蚊子也好这一口。那蚊子除了公都是母，那咬谁不是咬啊？咬我怎么了？板面不怎么好吃，不好吃咱都少吃或者不吃，不行了吃烩面好不好？再不行了咱吃炝锅面，那些面你非要吃板面，然后你告诉我板面不好吃啊。吃小时候可以啊，你敢吃我都，你敢使我都敢埋，多大钟啊，来呀，你来拿回去撞死我呀，来呀，照人家胸口上撞呀，撞死我得了，来呗呀，
上次你说板面好吃，我是新野的，知道不？我那还盛产板面，我不说板面好吃，我跟你说驴面好吃呀，哥，咱能不能脑子里别是泡？咱能不能？我以当地人，我不给你介绍我当地特产，给你介绍啊，你来我新野了，哥来新野干什么？你去方城啊，那方城的烩面好吃，你不去方城，你来我新野吃板面干啥呢？啊，小钢炮，你有吗？你有那玩意儿吗？要啥没啥了，你有那玩意儿吗？啊？烩面多少钱一碗？不要钱。这两天上火，不知道为什么老是长得好像痘，脖子里。你时光的货，他说错了，不打不小的钢炮。哎呀，给人家导弹开锤，让我看看长啥样啊？又没有求个导弹，连个比心兔兔都没有。想了解一下价格。别了解了，了解啥呢？多久没排毒了？难开啊，来呀，上个特效我告诉你，多大点事儿呀？公开的秘密那都不是事儿，但是有些秘密我只想让你知道，别人他不配呀，知道吗？宝贝儿，老 baby 呀。知道吗？1000一斤，哎呦，一千都能买你人了，还1000一斤呢？关键是你给我，我都不要。贵妃，我来看你了，哥，你那华子呢？还没造好呀？看我行啊？你倒是上华子呀？在淄博哪里呀，美女？齐家。没有，好的，造好了跟我说。在淄博哪里？我没有在淄博，我是在那儿，我是在意大利的南洋。感谢李闯给我做数据，谢谢。后面的哥哥们跟李闯一样，帮我做数据，帮我做一做数据。你看他那个样子好帅呀，你那帅气个样，你能不能送点别的呀？你看你他光今天拿个手机照个相，还露着那二头肌，你有腹肌啊？你还有腹肌呢？以我当榜二，你当榜一，榜一41票，你当榜一，你超过他，你是当个榜一咋的呀？贼好补，啥意思呀？你那嘴怎么了？要补呀？你不想说话，也不想吃饭，你想嘎了呀？那是我可以让时光去招呼你呀，我可以让时光去招呼你呀。别问我是哪儿的，知道不？我是欧洲的南洋，欧洲南洋市的，跟你们都不是一个地方的，一个级别的。日你大爷，千年老二非你莫属，你当个榜一咋的啦？以前新野瑜伽五环健身我办过卡哦，没有人送棒棒糖我都不会吹。现在倒闭了，是不是因为你呀？是不是因为你人家那个店才倒闭的？你太坏了，你知道吗，李闯？你太坏了，人家一个店干得多不容易呀，因为你倒闭了，啊？好久没见了，大家一起读。我大哥来了，大家哥来，大家的大哥来了。我想让他当我独自一人的大哥，他不愿意呀。当大家的野猪吧。你乐意，你那事有那时候你乐意，我不乐意，你知道不？咱俩老关系了，你上个榜咋的了？因为你续卡倒闭了，因为你续卡没续到位儿，所以人家倒闭了。感谢我大哥，
你没去看，你看，好久没见你了，哥哥，你在忙什么呢？你最近怎么不来看我呢？我都想你了，想死你了，是鬼啊！啊，66个小心心，感谢我石鬼哥哥，想死你了呢！你看，现在连榜二你都不配得了，你就配当老三了，毛都没见一根死鬼，谁说？